죽지 말라. 전설이 된 후에 죽도록. 위대한 주체제국의 번영을 위하여. 여기가 요충지다. 이 지역 사람들의 오전 동선을 거의 모두 파악할 수 있다. 최정의 스파이 내 남팔무는. 아 동구야. 달 동네. 내가 슈퍼집 바보. 꼭하고 할 테니까 눈으로 바보인 거라 잘 수용하라고. 다녀선 날 잊어버린 건 아니겠죠? 윗대가리들은 말이야 원래 우릴 다 안 믿어. 고향 떠난 연호가 불안한 거지. 전국의 지질 감사대원들을 위한 원격 교육대학 물리학 복수 과제를 알려드리겠습니다. 296페이지 72분, 547페이지 9분. 让人听了一头雾水的广播内容，这是北韩过去用来对潜伏海外间谍下令的工具。从复习题五位数字中取出前三位，再从相对应的乱数表里抽出三位数字后，两者相加得出20跟7。对照间谍手上的暗号表，得出暗号广播指令，就是要跟其他北韩间谍接触。过去曾经成功用来绑架日本人质的暗号广播，已经停用十几年，因为现在有网络，还有手机，更快。다시 재개된 것에 대해 심히 유감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可能是用广播唤醒沉睡间谍，但更可能是北韩又打心理战，向南韩施压。印度警方逮捕跨国间谍，慎重其事，拍照存证。你没看错，头号嫌犯居然是只鸽子，疑似为巴基斯坦工作，遭到拘留。鸽子翅膀处印有乌尔都文和巴基斯坦一个地区的名称，身上还环绕着不明线状物体。警方随后对这只鸽子进行了 X 光检查，看看它是否携带有间谍相机、发射机或者隐藏的芯片等可疑物品。古代中国有飞鸽传书，而今印巴边界纠纷不断。早在2013年，印度军方也曾经在一只猎鹰的头上发现小型摄影机。这回再逮间谍哥不敢大意，一切按照程序调查，也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好吗？欢迎这一阶段新加入的来宾，有资深的军事记者黄俊平先生。慧敏好，大家好。尤申勋先生。慧敏姐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北韩最近这个进行的一些国际行动当中，大家觉得有点吓到的是，有没有可能透过广播再次展开海外的间谍战？对，没有错。事实上呢，北韩在上一次透过广播，那么对海外呢发布一些所谓的数字密码，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两韩这个等于说和谈前。啊，两韩和谈呢，就两边都好了嘛。后来成立了开平工业区，对不对啊？大家一起做生意等等啊。那现在的金正恩，因为在两韩的局势跟对美国的局势、对国际的局势、国际制裁他一个尾送啊。啊，最近你看第五次核子试爆了嘛，所以又开始突然间开始广播通知全国的地质调查队员，乖乖，远距离教育大学物理学的复习题目第296页72号。第547页9号，那么他连续6月24号、7月15号，对不对哦？3分半12分，不断的传这个东西啊，那么就是一直传，对，不断的传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太小看这个东西。当然有人认为说，南韩有一些情报分析家认为他虚张声势啊，千万不要太小看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曾经在这个我们节目里面讲过，北韩特种部队强盗要去暗杀这个南韩的总统呢，甚至于自己本身被南韩不是这样破肚的开膛破肚的吗？塞肠子回去，砰跑。回去，你看北韩那种部队多强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然后呢，事实上这个暗号广播，对不对哈、很可能是要潜伏在南韩、潜伏在世界各地的间谍呢，传达一个秘密指令哦。那么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三组一组密码里面呢，有3+2啊，加多少五指密码呢？一定有可能。我记得我这个大概是小时候的时候呢，我父亲啊从日本，因为他日本华侨，我们台湾的那个 SW1 SW2 短波长波都不可以听，对不对哦？我曾经偷听，结果我就听到我们在那边广播，有关于这个什么上海的同志请注意，上海的同志请注意，4352 5438，他就这样传了，传了这个东西，他都是传密码方式的东西，就是传达一个指令，你知道吗？当然他也知道你会听，你会去破码破解，所以他用的东西是想尽办法事先拟定让你没办法破解的密码，对，那他就传达一个指令，所以他很可能
而现在所知道的很可能是传达一个叫做刺杀指令，也就是针对包括南韩的朴槿惠啦，还是谁啦，进行一个刺杀攻击的一个指令。我们不要太小看他，因为他会这样做。他说远距教育大学，对，没有错，可能就是暗刺哪一本书。全国的地质这个调查队员很可能就是潜伏在南韩各地的这些飞碟间谍。然后书那么多，他是指物理学，对，没有错，物理学。你可能就是找对了那本书，对，你翻到很可能这个所谓的物理学不是真的物理学，但是可能真的有一本书。然后第296页的72号，各位很可能是倒过来，比如说276页的92个字，你知道吗？有可能是倒过来的，是正密码，他会有一套嘛，没有错，对对，但是他就告诉你他要执行。目前知道情报分析出来应该是一个暗杀密令，要执行一个暗杀的刺杀命令。你说这段话里面没有错，目前认为最可能的，最可能的就是暗杀命令，对，没有错。然后除此之外呢，事实上也有一些从古代到现在很多的隐血术，什么叫隐血术啊？古代希腊的人你要送信要保持秘密的话，头发剃光，这很可怕对，头发剃光，为什么？头发剃光刺在你的那个头上面，是，然后你头发是不是长出来了以后，你跑去那就把头发剃光，马上就知道了嘛。那你不知道，对，没有，但是你别人保密，别人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招算厉害，对，没有错。那事实上呢，第二个哈，在情报站里面常做书里面呢，或是你的特点字母里面呢，扎孔，那个孔啊，像针一样，很小很小，你肉眼看不见，用放大镜来看才看得到。那这个你就知道说是什么样子的。英国有一些家庭会用这种方式来传递讯息。那事实上，这个包括隐血的内容隐血内容很简单，就是隐血信，然后里面呢插了一些等于说只有这个你看起来像一封信。那事实上呢，很可能用柠檬水，用什么样的化学药剂，用夯还是各式各样方式。我跟各位说，武侠小说里面少林寺的那个达摩易筋经，他就把那个功夫写在旁边意思是一样的。你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弄了以后他就显现出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用火烧很危险的，因为你只用火烧，不小心就把它烧掉，绝世武功但是因为有风险，所以万一对方要拿来破解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可能把它烧掉，也可以毁尸灭迹，保持它的机密安全性。好，这是透过广播可能执行暗杀。对，没错。森勋，其实我们台湾每次透过电视跑马找后备军人回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密码在里头。其实这个应该算明码的，不算密码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有线电视，大家跑马灯看习惯了。其实，在早些年只有三台的时候呢，那个几乎是没有跑马灯，只有底下的字幕。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这次前一阵子不是进行汉光演习吗？其实汉光演习是一个总演习，汉光演习之下有一堆演习。像我们今年的汉光48号演习呢，在那之前是一个叫同心6号演习。同心六号演习就是把后备军人召集回来，那个召集令的召集命令就叫同心六号。所以在汉光演习前一个月呢，其实电视的跑马灯指的这边就会讲，同心六号演习，请收到召集令的人前往指定地点报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电视台之外呢，其实广播也会，像一些公发的广播电台，像早年的幼师啊、景广啊、中央广播电台啊，他们在每个小时都会固定呼一个台呼啊。中原标准时间13点整，这里是90.1中央广播电台。然后完了之后就会去接同心六号演习请动，请依指令动员。然后在早期的动员呢，除了后备军人动员之外呢，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是，还有一项动员，载重车，民间的载重车。像我们现在规定，其实我们的车都要有行照，民间的载重车除了行照之外呢，还有一个编列的动员编号。就是万一如果战争发生，或者是发动这个召集令的时候，你的驾驶必须开着你的载重车接受军方征召去进行那些军用物资的配送。所以除了后备军人要依照命令回到指定地点征召之外呢，重车驾驶、载重车、机械车、怪手都要开这个东西到指定地点去。在大概10年前有一次的汉光演习，他们就把一堆怪手啦、起重机、吊货机，然后集中过去之后呢，把所有的怪手全部举高向天，作为一个反空降的一个练习场。换句话说，如果你那个空降场，然后空降下来，那些怪手就变成越战时候往地面上刺的刺一样，会把你伞兵没办法作列，挂在那边或甚至直接刺在那边。像这些都是我们公开在上面直接要去做的。那国共内战的时期，摩斯密码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摩斯密码其实因为它最简单，它只有26个英文字母，再加10个数字0到9。
然后你这样子呢，却可以组合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像刚刚瑞德哥讲那四个号码组出来的字，其实我们这边也可以有很多号码的字。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有看过古时候的那种经典章回小说，什么《红楼梦》《三国志》啊，什么《西游记》啊，《水浒传》。可是呢，我们都有看过，我们要拿的是宋版三颗，或者是明版二颗，每一个不同版本它刻的字跟页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只要跟你拿两本同样的书，这就是我的解码本。然后到时候呢，我只要用蒙氏密码直接跟你打几个字，例如打啊43-9-1，就是第43页第9行第一个字，然后呢25啊，第25页26号，然后你就依照这个翻出来那个字，你就看到这个四个字。然后这四个字如果写的是潜龙行动，好，那你就知道继续潜伏。那如果是登上新高山啊，那就是日本要发动珍珠港战争啊。其实这样子就可以解码。然后呢，无线电通报，那摩斯密码通报也是有规矩的，你不可能一整天无线电就在那边拍，你一整天无线在那边听，所以它一定有约定的时间，最常见的是整点。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你拍发所有的无线电密码的间谍身上都有一只德国制的高精密怀表，100年都不会误差超过1秒。因为有些人是规定，我只有在第一小时的前15分钟的10到15分钟拍，那我在几分钟的几分钟收，因为定点大家都会去开，三角定位一下就找出来，所以那个时间点都是先约好的。甚至呢，有的是开初1-15，有的开初2-16，有的135开，有的26开，那个规矩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当时很常见的，就是寄信。因为即使我们在国共内战时期，那时候还是可以通信，可是呢，我们一封信这样的字看起来都很正常，它有一张标准的格子，这里挖一个洞，这里挖一个洞，这里挖一个洞，你把那张纸套上去之后，只有这几个洞的字是你要传达的，其他都是废话。是，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一封完整的信。好，然后一样那个透出来的信一样是第二次的密码，密码可能就是一个行动代号啊，对不对？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两次保密的效果。好，那为了要这个让这个讯息完全就是说我军可以直接精准传达，但是敌军完全摸不着这个头脑，其实台湾应该说中华民国也曾经找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对，没错。事实上呢，中华民国跟美国之间又必须合作，但又不能太明显。那怎么办呢？就用所谓的中美合作那个合作社然后用这种方式呢一起来合作。那当时找过谁呢？当时找过美国的无线电之父，因为他搞密码最厉害。真正的密码不是像我们想象，我们四个数字没有错，52413456。看起来你以为说就是52页的这个几行，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密码非常的复杂的，为什么呢？它五可能是个位数，也可能是十位数，5241可能是正过来、反过来、倒过来，它都有一个密码本就对了。那所以，可是我们发现哦，我们的密码老是被日本人跟那个中共给这个截获嘛，后来就找来这个所谓美国无线电之父，找来了以后呢，他帮我们发展出4种密码，4套密码。那么最高指挥官是当时的军统头子戴笠，戴笠的那一本密码，对不对哦？是只有指挥官才有的密码。那么这4套的密码呢，后来曾经一度一度换过一次，为什么？因为一个将官级的这个师长叛变，他把4种密码全部带军投靠，你知道吗？所以全部重来，全部刷掉，全部重来。那过去在他这个中国那个美国无线电之父呢，他还发明出一种密码的那种打字机嘛 ，A 打下去出来变成 W， 对不对哈？用密码打字机不断的换这样子他就在重庆帮我们弄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密码，突然间日本人完全都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密码是什么。可他后来又发现一件事。我们的一些讯息还是源源不断的透过去，日本人还是掌握，但他不是透过密码翻译，那他可以掌握，那他是怎么传输出去的哦？后来也是靠这一位美国无线电之父抓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很厉害，他又是个中国通，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想办法从他可能的管道，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管道就是广播，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广播很简单嘛。他竟然赫然发现，在重庆相关的广播电台的这个包括气象报告里面，竟然藏有密码，你知道吗？成都这个哪里，然后你是几度，然后哪里几度，然后他更赫然发现，每个礼拜天的一个相关的广播剧里面都会唱一首新歌，这个歌里面藏有密码，为什么呢？
那个绿油精，绿油精，对不对？哈，他就哆来咪哆来咪这样出来嘛。他就去分析，他就很好奇，把那个谱这样谱下来以后，他发现每隔多少一个噔噔噔，他们密码看到的东西有点像是藏头诗。我们现在看的是你写啊、这个惠敏足下，然后怎样这样，他们看到不是这样，他是看到噔噔噔噔噔，他就把它噔出来了，你知道吗？他后来就发现，赫然发现这一首诗，这一首歌里面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竟然是跟一本当时翻译的西洋小说里面有关系。你的都代表第几行的第几页，弄出来讯息机密就这样传出去了、嗯、也因为这样子源源不断把它破出来。好，破了也很棒，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最厉害的针啊，无间道最厉害的针，黑社会就是插在高阶警官上面，然后直接从你当警察的时候开始培养。那最厉害的针在哪里？军统是全中华民国最厉害的特务机构，他藏了一个人在军统里面，他叫张梦露。这一本是军统的沈醉的回忆录，沈醉就是这个戴笠最相信的手下，也是一个少将的特务。这个张露平他是谁呢？他是以他自己的美色，我们不要看他好像长得不是非常漂亮，对不对？当时美色已经很厉害了啊。然后他用自己的美色跟自己的专业，他竟然打进去了军统的电役组，你知道吗？直接在里面吸收六个人，然后为他们做事情。电役组是干嘛的？专门收机密的文件，要负责放出去跟负责解进来的。竟然在里面没有人知道，六年的时间都没有人知道。那后来会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啊，他把机器弄坏了，就弄坏以后他就躲起来，躲起来了以后呢，他们本人只是为了找那个人，到他家里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军统的机密，用手写的方式跟无线电相关的那个摩斯密码的方式，有好几个人机密在你家，那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戴笠赶快报告蒋介石以后，蒋介石震怒，严办，全部查了以后瓦解了这个集团。而且最可怕的是他隐藏在军统最内部的地方六年呢、欸，竟然都没有人发现，等于他在核心机密里面，没有错，六年的时间，所以你都在外面抓匪谍，在外面破解密码，就你没想到每天负责发出去跟接送的人，竟然就在你身边。所以这个匪谍太会安插人，没有错，很厉害。讲到密码，什么时候登高起义？这个中秋节刚刚过嘛，这个月饼一开，一个纸条，什么时候就是要起义？哎，不是中国独有的哦，北韩也有，放在春卷里面，北越也有。对，其实北越哦，以前的特务啊，他们会用什么玩具，或者是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些家庭用品啊、凉鞋啊，藏在里面，然后交付那个情报。可是我要现在要讲的这个叫范春安，他真的是一个奇葩。我刚刚听瑞德哥讲那个军统哦，跟这个范春安比，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这个范春安当时没有人搞得清楚他是北越特务还是南越特务，那时候越战嘛，北越南越，那北越当然就是越共，也没有人知道他是美国的特务，还甚至是中国的特务，还是法国的特务，没有人搞不清楚他真实的身份。他自己哦是一个这个记者，而且是《时代》杂志的记者哦。美国在《时代》杂志1960到1975年，至少超过10年以上，他在这个西贡的《时代》杂志办事处，他是越南籍唯一的记者，名字也在《时代》杂志他前面的那个目录页里面当中，是越南人的骄傲。可是他真实的身份，竟然是北越越共的间谍。而他当时怎么样传递情报你知道吗？他当时我刚刚讲说，很多的这个越南的这个情报人员啊，在这个打越战的时候都用凉鞋啦、小孩子的玩具家庭用品，他不是，他用肥皂，要不然就是用春卷或者是生肉卷。哎，春卷跟生肉卷，如果你有去吃过越南的食物的话，生肉卷是一个用很多这个像叶子一样的芦苇，它像一个青菜把它包起来，里面那个再绑起来，他竟然能够把它藏在里面作为他传递情报的工具。那很多人说那生这个不小心吃了怎么办？哎，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真的会不小心吃了生肉卷跟春卷打开来，它里面的情报要写的内容是，你以为是纸条是不是？不是，是米粒，一粒一粒的米哦，所以我要注意，还真的会不小心吃了哦。所以打开来还不会就是不疑有他，不会怀疑说这有什么内容，因为他会在半夜的时候，晚上他就看，因为以前的那个越南在打越战时期，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那个东西也不发达，所以他会用两那个在昏黄的这个灯泡之下工作，常常用一个汤匙啊调羹，然后上面装着几个米粒，他要传递情报的这个米粒，然后再加一些水，然后就在
在上面用火烤，用火烤的时候，这个范春安啊，他就会拿一个这个笔哦，沾有特殊隐形的这个墨水，他的一个特殊的药水，然后在米粒上面，再用火跟水在那边烤那个调羹里面的水跟这个米粒的时候，就那边点字写一些情报，好几个米粒弄起来，那个笔因为它沾的是隐形墨水哦，它特殊的药水，笔尖沾上去那个米粒之后，再加上用火烤，那个字就会消失了。对，然后精细了，弄好之后呢，他再把它这几个米粒就是代表情报内容，他把它藏在这个生肉卷或春卷里面，在自己交付到这个信使的这个手上，然后他也交付信使的过程中，其实他老婆也知道他是北越的这个特务、哦，然后他也跟他老婆讲，远远的看着他就好，他随身会带自杀药丸，万一他被抓的话，他自己会服毒，但是他要同时去通知这个北越的这个情报单位和信使，让他们知道说已经外泄情报败露等等之类，所以他做事很小心，处女座的性格，而且当年你知道吗？是谁帮助他去美国受训啊？是美国中情局的人。还有那些他的美国认识的好朋友，还有当然北越的越共也当然暗中资助筹措学费，让他去加州成均海岸学院去学新闻，所以后来他才能到这个美国时代杂志工作。而且你知道吗？他从1960年到75年，一边为时代杂志当记者工作的时候，一边他传递给北越的情报，总共高达498件，而且都非常的精确。那平均一年33件，那一个月呢？至少有3件给北越的这个情报，最著名的是当时1963年的北翼之战跟1968年的新年攻势，这两个越战的战场，北越能够大胜美军都是靠他。你知道北越的后来这个整个越南的这个五元甲将军，他们有这个北越的国父或者是北越的这个越南的拿破仑之称哦，他这个打仗是骁勇善战，而且这个情报收集精确，包括他的这个战术的战法，都是让很多的这个国际专家所称颂。他自己就讲，他说范春安提供给我们情报，简直让我们觉得好像坐在美军的这个战情室里面，所以有没有这么夸张？但是甚至你以为他说他是帮北越工作，他一定宿敌很多，不是？他跟南越的情报头子陈金轩很熟，等到越南整个沦陷被攻陷的时候呢，北越的这个越共已经攻进来了。他协助越南南越的情报头子陈金轩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越南，全家到美国去。然后他跟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后来的这个局长，这个威廉科比哦，还有包括这个兰斯戴尔上校，就是有一本小说叫《宁静的美国人》，他跟这几个中情局的高层都非常熟。CIA 本来要吸收他，希望他在美国工作，他放弃了。最后他回到越南，用刚刚讲的精确的手法传递情报。二次大战也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我觉得有这种神通广大传递情报的本事，透过钢琴。你知道钢琴也可以传，当时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女间谍，她的代号叫 AX27， 当时她用这个自己弹奏的谱曲，然后呢把情报跟上级讲好那个内容，再透过广播电台播送出去。最后她为什么事迹败露？因为盟军派了一个人假装跟她学钢琴，晚上跟她夜宿至少一两个晚上，然后突然第二天晚上听到她在讲梦话，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最后他被杀。天哪！要不然盟军都不知道，怀疑他是间谍。但是他到底用什么管道传送出去？因为他透过弹钢琴之后，他从那个，因为他长得很漂亮，他到处去跟盟军套出消息，然后透过他弹的谱曲有一些音符，然后为纳粹德国工作，再用广播电台播出去，才知道说那个是情报内容。所以你要当间谍，你不能有枕边人，你连梦话都可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对，不可以很小心、啊，不可以说梦话。我们现在的共谍案里面呢，根据现在的政府所说的说，涉案最高的是陆军少将那个罗贤哲嘛，对不对啊？我跟各位说，那是指共谍。在匪谍时代，我们叫做匪谍时代的时候呢，国安局曾经查过一次很重大的渗透匪谍案。为什么呢？其实两边呢都有互相派相关的间谍在里面。有一次从对面中南海那个地方，我们很深的一根针，它传递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国安局内有内奸，你知道吗？可问题是不知道谁是内奸啊，因为台湾这边国安局所开的会没多久对岸就知道，所以对我们那根针在中南海里面传回来以后，上面很震惊，可是不能打草惊蛇，怎么办呢？就采取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他不知道是谁，当时锁定有7个将领很可能会知道，但我不知道你们7个到底谁是，所以就把这个7个将领呢先分几组给他们不同的情报，真的情报，给他们故意给他们真的情报，对，然后没多久那边回来说他又传递什么情报，那就锁定这7个里面3组，对不 对， 对，就是3组里面其中一组的这2-3个人，那里面谁呢再给真的情报，你知道吗？结果呢3个人的情报呢3个给了类似的情报又回来，但是有一些差异，有一些不一样。那回来以后，那这一次要确定一定是谁，所以他们3个人给不同的假情报，你知道吗？给不同的假情报，回来了以后马上抓，你知道吗？立刻抓起来就是他。所以
当时为了这个所谓的情报站啊，其实海峡两岸里面呢，想尽办法不断的进去打进去，当我们连对岸的刘连坤都打进去，所以才会知道中共发射到台湾海峡东北部的那个飞弹是哑弹，你知道吗？结果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不小心透露出我们自己本身的情报网，再加上自己人出卖了，情报站最怕的就是自己人出卖了以后，整个情报站全部被瓦解掉。是，讲到情报员。大家都讲到007，对，哎，可是台湾有一个情报员，他那么巧，他不是007，他是010，怎么会叫这个这么巧的名字？010情报员，身手也是相当不凡。但是他其实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员，我查了资料才发现他是台商，哎，嗯，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情报机构，他会吸收一些不同行业的人去做情报工作，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份刚好可以伪装你要做情报工作，所以010呢，他是一个台商，而且1993年24岁而已，他因为常常来往大陆啊、台湾，所以在大陆的时候呢，就被我们的军情局的人，等于是我们情报工作人员吸收。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福建平潭常有军事演习，那这个军情局的人去跟他谈，就是说能不能哈，你就帮我们做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一个月我可能给你多少费用，比方说一个月50000块哈，那你就做什么呢？就伪装成当地人。然后进入了长江一带，为什么他给了他指令是希望他去拍长江一带的潜艇，拍照片，好，搜集这些情报。哎，对于一个只有24岁，我们刚刚讲这个010来说呢，我刚刚讲，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情报工作，那各位讲的这个所谓的密码，哎，如果是我的话，我什么人没见过？但是你要我用这个密码，我哪懂啊？是不是？这要有一套训练的。所以这个010呢，他事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说，当时呢有人会辅导他，一定是有其他的军官辅导他嘛，就说我教你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好，你到那个地方去呢，去认识一个计程车司机，你就取得他的身份跟工作。情报员一定要这样子，好，他是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学习他讲话，好，把他当好朋友，跟他称兄道弟，这样你就取得了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身份。他就我们就捞一个台商来做自我训练了，对，很厉害哦，24岁而已，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认识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还常常要请客花点钱，因为情报工作都有钱的嘛。差不多之后呢，那跟他接头的这个军官呢，就把他安排进了这个要拍的军事禁地，他的确也都拍到，但是各位麻烦了，能够拍到啊，你怎么传出去？然后你得到资料，你要怎么写出去？1993，两岸还是可以书信往来。那刚讲了，要有密码嘛。你写了半天，他说他每次就说家明兄展信愉快。OK， 那接下来写什么？可能写一些200多字，这些无关痛痒。但是各位就是有密码，这里面有1325、34。好，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签大家乐或乐透嘛。1325、34是什么呢？010说，第一行的第三个字，第二行的第五个字，第三行的第四个字，才是要告诉你的。这一样万流归宗，刚刚各位说用动嘛，一个动一个，它是什么？这个关键字你只要把它点出来，福建平潭近日将有大规模军演，就在这里面了。好，就根据这个大功一件了。他说好辛苦哦。问题是他做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被抓了。他说一开始被抓的时候，大陆方面是说你都已经是情报员了，你不如来做我们的情报员。常常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将功折罪。不是啊，你是双面间谍，你都那边都有领钱了，我这边也给你钱。是。给你钱的话，你能不能当双面间谍？他说他不愿意。哇，不愿意！当时被抓之后就关起来了，在福建一关就是14年。天哪！他是被关了之后服刑完毕，回到台湾，他要做什么？他说：“那情报局是不是该付我850万？我已经被关了14年，按薪水来算。所以他现在在争取这个权益。所以有记者访问他说，他才说出来说，当时就两种方式，我刚刚讲的13、25、34用这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各位知道的了。”写无字天书，哎呦，这个信拿出来是白的，不是啦，是要透过药水。但是讲到这呢，我小小分享一下我去年的经验。我觉得做情报工作，女生真的比较好。我去年是不是？我去年呢，到在北京，我主持一个活动。问题是那个活动呢是在一个军区，要进那个军区真不容易，那是解放军。然后因为我一到了北京之后，我就会自动转换成北京腔了。来一下吧。您好啊，我是许胜梅，我在里面有一个活动，能不能让我进去啊？然后同事就说证件拿来，
证件就拿给他了嘛。嗯，证件一拿，你知道那个穿的绿色军服的那个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你台湾来的呀？因为我拿了台胞证嘛，护照千万不要拿出来，知道在大陆不能使用护照。嗯，台胞证拿给他，吓死他，马上站起来说你台湾来，你知道这哪里？这解放军军区，来这干什么？你怎么能进去？他就讲一大堆。你这样子口音都露馅了，进去来个北京腔。不是，重点是这个时候该怎么样？我要进去啊，我真的不是间谍啊。问题是他就不让我进去，我马上就我也拍桌子，我就说，你们不是常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台湾跟中国就是一个国家啊，我为什么不能进去？有什么差别？他说，他想了半天，愣了三秒钟，你知道吗？你如果不让我进去，被骗了。不是，你如果不让我进去，就代表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就说，哦，不是不是不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按这个很大的罪名对他来说，他吓死了。你刚刚说你吓死了，你承不承认？承不承认九二共识？去年好吧，他真的吓死，因为我拿这个去盖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对哈。对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我为什么不进去？他赶快就打个电话，哎，那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是一个活动嘛。他说有，他马上就过来说可以，你可以进去，我马上派车子来接你，因为军区很大，我就进去了。果然那里面全部是解放军，那吓死人，都是绿色的人，你会觉得哇，你接得到这种 case 也算厉害哎。对啊，而且你看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不要问我，我会自动转换，我不是间谍。啊，你不是说女生比较适合做？所以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当下就发现哈，因为我那一天呢背一个书包，看起来像学生，很无害。然后我意思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要进去一个活动，所以他认为我不是间谍的样子，所以我认为女生是的确在这方面是比较有优势。对啊，听到西贡玫瑰以为有多美，结果结果呢来了，来福字天书怎么写？申勋，我们现在用一个最简单最简单，马上都可以找得到了。这个是一碗普通的柠檬汁，柠檬原汁，我们不要做别的。棉花棒沾柠檬汁写上去，然后这样子一张白纸，对不对？然后这张白纸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刚刚慧明姐讲有点风险的，我们只要拿来火烤一烤。然后刚刚写的字，所以你刚刚就是大概在半小时之前，然后写出来呢就会火烤出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你要现在慢慢在显现啊，让我们观众看到说你那个怎么样变成字的过程，就是有可以变成字，但是又不至于被那个发现，然后也不会烧焦，对不对？好，刚刚那个白纸大家都看到了，这看不到任何字的。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柠檬汁碰上热的真的会变黑，是美白的大敌就对了。对，好，你看那个咖啡字都出来了。那申勋，你是不是一边讲的时候一边跟我们讲说那个？其实它就是利用柠檬酸里面，然后遇到火，它会做碳化的动作，所以它会比其他的这个白纸呢更快的变黑，更快的碳化，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出来。其实这个纸是无字天书的其中一种，那无字天书其实有很多种，另外一种是我们做明矾，明矾那个就比较特别，明矾你写了之后是要泡水，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奎宁，就是以前早些年治疗那个疟疾那个奎宁，你把奎宁磨碎之后加水，它会变成一个白色的水，写上去之后呢，这个是药水里面比较特别的，你只要用酒精擦过一遍它就会出现，然后等酒精干了之后呢字就不见了，所以它可以重复的使用。然后我们刚刚讲这个都是市面上很容易买到，那像我们现在最高级的像一些什么红外线紫外线啊，或者用一些要特殊药水去看的，那个都有。那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在亚洲战区跟欧洲战区呢分别用标准符号做了两种不同用途的密码，因为我们又回到刚刚讲，我们古时候的古书像宋代啊明代那个古书，那时候科本，那时候没有标准符号，我们现在用的标准符号是五四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开始从西方由胡适啊那些人开始引进开始用，可是在那之前没有标准符号，所以在那之前呢中国的文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工作跟他们一个能力叫做眉批，我看古书的时候我要加眉批，然后老师改你的作文呢我也要加这个逗点，所以那时候逗点又很怪，有时候可能是一逗，有人有第一点，有时候会圈两个圈，那有时候会圈三个圈，表示哎呀写得太好了，对三次，可是呢这密码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刚刚讲是对密码书，对不对？可是因为你一本没有完全通用的书啊，我寄书给他一看，哎，对没错啊，宋科唐诗三百首啊，可是问题就在那个标点符号上面，你那个标点符号加一加二表示说好第几个字，或者是第，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中国还有一项很讨厌的东西，可是外国人搞到昏掉叫回文诗，就我们
我们写一个诗可能会写成一个方阵，五言绝句是一个五乘四的一个方阵，可是你回文诗如果从第三行的第二个字跟第六行的倒数第二个字，第四行的第三个字，这样子一个绕圈圈，像蚊香一样这样绕圈圈，你这样绕出来排列组合的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你如果再排的长一点那就更复杂。我们小时候应该有玩过一个游戏叫九宫格，你要把一到九排进去，然后要直加横加斜加都一样，对不对？你把那个东西排成九九八十一，这个是有公式的。嗯，哪一个地方一二三四怎么写，这个是有公式的。所以呢，其实他只要告诉你，我今天的公式假设说原来标准是一到四，我今天只要改成二六，你就把那个字那封信二六套过去，一样一封信，所以我只有在第二个字这边画两圈，第六个字画个圈，就 OK 了。齐鹏老师，康熙时代就曾经有很有名的樊书案，用明矾写的。对，那其实呢，所谓的樊书案呢，就是用明矾水来使用的哈。那当时呢，主要是因为康熙呢，他立了他的太子叫胤仁，那胤仁呢，后来却被他用不仁不孝废掉。但是呢，这个胤仁虽然被废了，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东山再起，所以后来呢，他曾经呢想要委托郑国公，然后去替他说情，让他可以担任大将军。那为什么要担任大将军呢？是因为当时准噶尔密谋叛变，所以他希望借由着担任大将军来去那个将功折罪就对了。可是这个事情不能先说，因为一旦先说了之后呢，就等于是密谋叛变嘛。你要掌握军权欸，没有经过皇帝许可，你找别人来说情那是怎样，是不是图谋不轨？所以呢，他为了避免被人家罗织罪名，那心里想该怎么办呢？写信。可是写信通知郑国公的话，那自己的信不能被人家看到啊，所以他就用了刚才申勋所讲的明矾水。因为这个明矾水呢，写了晾干之后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进了水之后才会看到，所以呢，他就透过替他老婆看病的御医把这封信带给郑国公。结果呢，这个郑国公应该是看到这封信应该万无一失嘛，哪知道呢，这封信那康熙呢当然震怒啊，你怎么拿这个东西来去准备要那个掌握军权，是怎样造反吗？所以不仅相关人员被严惩，而且连那个胤仁自己的图谋也都没有办法实现。可是我们要讲哦，古代其实不是只有明矾水，其实我们古代有所谓的四大间谍工具。嗯，那除了明矾水之外呢，第一个叫做听瓮。那听瓮号称是最原始的窃听器，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口小体大的一个容器，然后呢它上面有个薄薄的牛皮。嗯，那这个你只要把它埋在地下，耳朵靠着它，听说方圆数十里都可以听得非常清楚。真的还假的？哎，对，而且它还特别训练瞎子来执行任务，因为瞎子听力超强。嗯，那个几电影听风者就是最好的证明。对，哎，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然后等一下，所以这个东西埋到地底下触鼻盖不要在公司没有弄天来掉丢，我的天哪。而且到宋代的时候还发展哦，进一步发展出一种叫史符。这个史符呢，平时是用牛皮来做装箭的东西。嗯，那但是呢，晚上把它充气之后当枕头枕着，结果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几里内的人马声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它变成多功用窃听器。那平时拿来当箭那个武器的那个装带用，那但是晚上就变成窃听器。那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可以拿来作为窃听情报使用。可是如果窃听情报要把情报传出去怎么办呢？透过纸鸢。那纸鸢呢，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最原始的无人机，也就是风筝。嗯，那把情报弄在风筝上把它传出去。那其实呢，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这种技术了，跟墨子齐名的科技家公输班，据说他做出来的纸鸢可以连续飞72小时，连现在最高科技的无人侦测机都做不到啊。会不会太夸张？可惜现在失传了。那第三个呢，纸鸢不用下面拉一条线，对，它会自己飞翔。对，它有办法，它怎么控制？它利用风力，自然的风力，它有办法回旋到
利用微小的动力就可以直接在空中盘旋72小时，那真的很厉害。好，那第三种呢，就是反切马。那反切马其实呢，在东汉就有使用，可是把它真正有系统的运用在军事上，那是明末的戚继光。那戚继光呢，怎么做呢？所以他不只是名将军，他不是会擅长打仗，他还会做间谍，对，他还懂得做这种间谍书。那他是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用注音符号嘛，古代没有注音符号，怎么办呢？反切。所以像那个古暗切，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取上面的歌的音。那暗呢，就是取它下面的安的音，所以古暗加上声调就变干什么的干，好，就是类似这样子。然后呢，它有一本叫做《八音字义变难》，利用这本书来去做这个反切码的设计，很像刚才那个申勋还有盛梅所讲的那种密码书的感觉，只是它是用反切码来做。那这个呢，尤其是对付倭寇最好用，因为倭寇一看，你这一下啥，我都看不到，这个超级好用的。那最后当然就是用明矾水，可是明矾水呢，虽然便于当大家使用，但是呢，每个人也都可以破解。所以呢，其实在古代呢，应该是这样讲，这些工具呢，真正要用得好，那存乎巧妙一心，那不是说一定什么工具就一定有用。而且在间谍的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事情瞬息万变的。对，没有错。事实上，最恐怖的就是警察竟然可以当到间谍。事实上，我补充一下刚刚讲的，告诉各位啊，这个反正只要任何一种方式啊，都可以监听，都可以窃听。那么对岸的潜水艇，对岸的什么什么军区，什么什么时候在联络？有一阵时间，我们有三位非常热衷无线电的人了，我们都在听，你知道吗？然后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还是全国第一个听到林洋港宣布要选总统的，因为他在他的电话里面听。当年没有这个所谓的妨害秘密罪，我们可以听。然后呢，我甚至可以听到你家用的无线电，家用的无线电话，我可以听到桃园去。我还意外听到这住在我们家附近我认识的一个妇女呢，她在新生区上班了以后呢，以广拉。为什么呢？他立刻拨了用家用无线电话拨了一通电话，说他找了一个男的去约会，你知道吗？我竟然全部都知道。所以等一下，你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是火腿嘛？那个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玩无线电已经这个等于说30几年了，我们花了一个人都花了100,000-200,000以上在相关的这个机构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而且呢，不仅是数位，不仅是类比式的数位式，我们都可以破解。所以那个叫火腿是不是？对，有牌照的叫火腿，没牌执照的叫做香肠。我是火腿族，我有执照的。然后你们就用那个调频率就可以听到，什么东西都可以听，没有东西不能听。大哥大的也可以听到，全部都可以听。哦，那现在因为有妨害秘密罪，我们就不听了。林洋港公等为你要听，听得清清楚楚。而且那时候呢，我就心里在想，有人那么无聊学林洋港讲话吗？不，他用他的大哥大在车子里面呢，直接在车子里面跟另外一位先生，那时候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另外一位政治大佬呢，直接在讨论他要宣布隔天要宣布选总统。我当时跟报社里面讲，没有人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听到了。那当时没有妨碍秘密罪，所以你是靠着这个也跑了不少独家。我不是那种人啊。那我跟各位说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不管有线无线，事实上到处都有可能被监听，然后你随时可能你的行踪被人家知道。但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像电影《无间道》一样，为什么呢？我直接在你还没有考上警校的时候，我就吸收你，然后就让你去读警校，成为一个警官，出来以后节节高升。各位，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案哦。为什么呢？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发现。香港现在事实上呢，在还没有廉政公署，在还没有相关的政治部门之前呢，香港的政治部呢，还没有成立政治局之前，他们的政治部其实是在警队里面哦，他们把它弄在警务，但事实上他其实的层级完全都不下于警队，因为他是在做政治侦防的工作嘛。那当时全包括台湾，包括中共，包括这个等于说美国等等，大家都在香港做情报工作。美国人有一次突然间跟香港的这个当局啊，香港总督啊 ，pass 一个讯息给他们，说我们潜伏在香港的情报员身份暴露，但不是你们知道我们的行踪，是对岸中国，他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对方，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内部可能有内奸哦，你们要小心哦。当时香港政府吓了一大跳，因为香港政府。如果要 pass 也是 pass 给我们啊，怎么会 pass 给对岸呢？那表示里面出了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香港总督就下令针对里面的，包括警队里面、政治部里面呢，要小心去查。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罗浮，也就是在相关这个等于说边界的地方啊，那不远的地方，边界的地方呢，香港警方发现了一个对岸的一个年轻人，很怪，
因为他呢就乔装成自己本身呢摔断的腿，所以他的腿是用这个石膏绑住的。可怎么觉得他很怪，很怪了以后把他逮捕。那他当然不讲，他说我只是摔断腿而已嘛。香港的这个政治局相关的人，政治部的相关的人员立刻介入。当时的香港政府跟我们一样，还在科学办案的时代，所以用科学办案的方式，立刻很科学的就把他的石膏弄断，你知道吗？弄破了以后，里面在石膏层里面夹藏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缩影微胶卷，你知道吗？不得了，这里面是很重要的香港情报。他为什么藏这个胶卷？然后再进一步的经过更科学的办案了以后呢，噼里啪啦，那个人被打得快半死，你知道吗？供出来了。他供出来的一个名字把大家都吓死了，为什么呢？他供出来是谁呢？他供出来的名字叫做曾昭科。我告诉各位他是谁，他很可能就是下任的警务处处长。什么意思啊？这个人从被栽培从警校一路上来，他曾经当过港督的随扈，他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然后一路不断的从派出所警署的署长，然后不断的往上爬，往上一直往上爬。他是华人，如果你听过武义探长雷老虎，对不对？他是比雷老虎还高到总警司。那时候正到警察大学的警察大学学校的一个副校长，眼看着就要爬到像电影《寒战》里面到警务处长最高了，全香港所有的警察跟政治部都是他管的，你知道吗？结果他竟然是匪谍。然后当时呢不动声色观察一阵子了以后呢，连他旁边的人全部逮捕，一口气为了这个事情大概查了大概有1000多个人，你知道吗？后来查出来真的，他真的是，然后压了好几年。可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破了这么大的一个间谍案，可是啊并没有给他判什么无期徒刑啦、啊、还是给他判什么无微不微几多啊，对啦、啊、最后的结果是把曾昭科直接送回给中国大陆，你知道吗？后来他还当选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个人大代表，他等于是人民的英雄、啊、还成了暨南大学的教授，还成为中共的一个，连他死的时候呢，相关包括习近平还特别送挽联花圈去祭挽他，因为他成为中共的英雄啊。所以说是这样子，他当时是共谍的身份，没错，他在香港警戒的位置是步步高升。对，但是香港那时候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它始终是要回到中国的这个管辖，所以是不是在这样的权衡之下，还就是说我要上回上登给中共，当然有这样的考，以后两个人也是两岸一家亲，有这样的考量啊。那你不要忘记啊，如果你对他怎么样的话，1997年回归香港回归中国了以后，我可能就对你这些人下手啊。这是不是就叫做两岸一家亲？那很简单啊，他那很简单啊。所以这个从这件案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即便在英国统治之下，他们培养栽培一个共谍，对不对哦？那个用心良苦打到里面，如果都没有人知道，我讲真的，他真的会成为中国香港啊，算香港最高的那个领导人。搞了半天他竟然是一个匪谍，我觉得下次要做台谍，要把我们台湾间谍厉害的好好的表彰一下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又是共谍，很厉害的，被蒋纬国称之为最危险的共谍，隐藏在老蒋身边最看不出来然后又最危险的共谍，就是韩炼成。他在国军跟这个解放军两军当中都是一个传奇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国军，就讲以前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有好几个派系，国军的这个有这个西北军冯玉祥那些人，还有这个桂系，还有包括这个像桂系李宗仁那些人，还有蒋介石自己的嫡系，这三个派系的高层都对韩炼成信任不已。1930年他能够发机，是因为当时这个蒋介石跟这个冯玉祥在大战，然后冯玉祥当时他的这个部队呢就包围了河南东部的一个这个车站，那当时蒋介石被包围在车站的行营，结果就是韩炼成去救驾有功、然后后来获得了、一定要先来这么一下，我救你的命，救驾有功，在那个列车行营解了蒋委员长之围后，然后呢后来蒋介石呢亲自下令送他去这个黄埔军校第三期，直接这个陆军校，然后毕业之后呢投入国军，开始正式的这个算是蒋介石，他把他当成嫡系人嘛，后来一直升到这个中将，一毕业之后没多久，几年之后就升少将。那蒋介石对他充分的信任，然后呢也委以他大任，甚至呢曾经让他去当这个46军的这个军长。然后当时在这个二次抗战结束之后，就对日战争差不多结束，1945年，然后
解放军从山东，其实从北一直打下来，在山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个趁着要接收日军的时候，开始就打起来。就当时韩念成呢，就开始在1945年到1947年，就密谋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解放军，因为当时其实他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牵线之下，认识了解放军的这些高层，包括叶剑英和周恩来，结果后来被他们吸收了，变成共谍了。后来周恩来有称赞他说，他是唯一啊没有办理入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共谍。嗯，可是他后来提供了这个情报，让毛泽东都讲，哎，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延安指挥部，但是有你们这些人待在蒋介石身边，我不但能够指挥解放军，我还能够调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结果这个韩念成他一个人只身却能够逃回南京，跑去跟蒋介石汇报说，哎，莱埔战役大败怎么样？讲他汇报的这个军情战役啊，结果跟那个整个战役汇报天衣无缝哦，还故意在蒋介石面前，虽然已经战败了，他假装拿着枪要致敬，说我对不起校长，因为当时黄埔军校出来这些将领都会说校长校长，不会讲委员长，我对不起校长，我要以身殉国，要以重要。后来被阻止下来，蒋介石反而对他更信任。虽然南府战役失败，他的长官都被抓了，好几个十几个国民党高层将领、国军高层将领都被抓，结果他反而没事。蒋介石还把他升官，升中将，然后让他担任总统府的参军，甚至让他参战机要。后来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战役，我们以前节目中也讲过，那个张灵甫阵亡的一个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当时32000多人的这个部队也被歼灭，不是死的死，就全部被抓。为什么后来这个事迹会败露？也是因为韩念成他把这个整个作战的方案配合当时共匪啊，应该说解放军在国防部国民党这个军队里面最大的共谍。刚刚他讲到这个瑞德哥讲到这个罗贤哲，其实更早以前国防部的这个作战计划厅的这个厅长郭汝瑰中将，他才是最大的这个共谍，而且最早的，他把整个孟良崮的这个作战的这个计划，透过交通员这个信使管道交给这个解放军的情报头目，然后呢，一方面也跟这个韩念成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郭汝瑰他把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动向和战略部署啊，他不告诉这个蒋介石，让蒋介石误信说，哎，采用郭汝瑰的这个作战方案，可以把这个山东给收复回来，结果没有想到。国军的王牌部队当时整编第这个74师就是这个张灵甫的这个部队，全部都拿美军的装备哦。后来蒋介石在得知孟良崮全军覆没的时候，这个张灵甫作战阵亡，也有一说他是在这个孟良崮那边举枪致意啊，致敬啊。后来他就很痛心，他就说，我的这个优势，绝对优势的王牌精锐部队，怎么会败给劣势的这个乌合之北呢？然后他就很痛心，他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念成这些人。后来他也怀疑韩念成是同匪的人，终于有怀疑。对，可是韩念成到1948年的时候跑到香港，去跟那个时候解放军的这个情报头目潘汉年、李克农那些人见面。后来呢，他就直接从香港再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控制的地方，他就不在这个，就等于正式投共，不再回到台湾了。做了后来他在解放军，你知道吗？做到了这个兰州这个军区的第一副司令，甚至当这个甘肃省副省长，也是官拜中将。所以他的这个状况，后来这个国军啊，包括这个蒋纬国都形容说，以前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这些人，哎，冯玉祥以前他还说，他以前是我的革命伙伴，跟我一起打过仗的，一起吃过苦的。这些桂系的这个李宗仁啊、白崇禧对他也是推崇备至，所以呢，后来国军啊也是在是吓一跳，没有想到说原来背叛国军投共的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中将共谍，隐藏在这个国军的部队当中。事实上，他在1984年病故北京的时候，然后他的后代，他的儿子自己有讲，他在那个生前的时候，私底下有跟儿子透露说，他觉得他这生平啊，有负于校长对他的恩宠和提拔。校长就是指蒋委员长蒋介石，他其实他自己知道了，所以这个人啊，后来人家就形容说，整个让国民党的军队丢掉了神州大陆，让他入城，然后逃到了台湾，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军事共谍，最大的这个对这个解放军共产党最有功的，就应该就是算是韩念成。所以蒋纬国就说他是最危险的共谍。但是因为蒋经国常常去上海探望陈杰如，所以国民党高层军官也对这个陆九之蛮熟悉的，所以后来只要看到陆九之就对他表示亲近之意。可是没想到这个陆九之表面上是国民党高层军官，可是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忠诚追随者。民国38年，蒋介石局势变得很差。那他娶这个蒋瑶光，到底是真的喜欢蒋瑶光的人，还是要接近蒋家？基本上呢，我觉得他一定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接近蒋家，因为后来据说他还曾经假借蒋介石的身份去策动
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的成员。那你看啊，如果说他不是借由的这个身份来去做间谍的工作的话，他哪有办法如鱼得水呢？所以这个陆九之其实早就应该是不怀好心，也是借着。